就得看看名扬江湖的双刀究竟如何出神入化，才会那么狂放。各位让开，你肯不再妄为，我也不一定要和你动手。这种话留着等你打赢了我再说。看棍！鸡蛋，谁信？七八个鸡蛋，你泡在半空也一样接得住吗？哎，我来帮你打。我出去看看，风大哥该回来了。又来了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日头还没有斜呢。装去。我是第几个了？龙大侠饶你一命，还不自作了断？我要取他的狗命。陈庄主，这件事我不再管了。你们虎卫章和他的仇怨，你们自行了断。是。他手上内伤甚重，尽管放心干。快点